My English is better than his. It's not just about accent. Oh, really? In the sense of location. Whoa. Enough. Stop! So scary, man. Yeah, really. Whoa. Remember to tackle. That is just.我刚才给你买的。给我给你买的。给我开牙子上了。哎，你把让你把开到我的车前面去检查，要是车漆没有什么问题，检查一下划痕什么的。到时候，因为我一朋友的那个F12刚运过来，车顶被他妈刺压烂了。他走了以后才发现的。开过去，马上开过去。那你让他开过去吧，让开到我车前面去。 Am I? Alright. It's pretty sweet, man. X12，全车往后磨，6000块钱，车漆全贴了。当时我他妈，我就冲这个买的。没有改色，没事。不要买了。你看，一号，二七。
你应该打电话给那个 dealer 问他。我操，你让我操还钱，我操。